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个礼拜的关西市政坐回来，我是蔡小军。城市呢，在现代当中，交通是一个很关键的议题，它关系到人们的生活品质，还有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性。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就要带大家来看看我们的市政府交通处，为了要营造一个更友善、更便利的交通环境所做的奋斗及努力。为您邀请到我们交通处副处长钟慧淳副座好。小军你好，那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那我是交通处副长钟慧淳。副座好，要先带大家来看看我们的基北北桃四位市长齐聚宣布1200元的月票准备好了。基北北桃1200优惠通 Mega City Pass 正式启用，月付1200元，民众就可以在基北北桃境内五线搭乘捷运、轻轨、台铁和市区公车，以及公共自行车，串联大台北生活圈，也是迈向2050净零碳排一大步。四位市长齐聚，鼓励民众减少私人运具，多搭乘大众运输。我们基隆市是全国啊，到外县市去通勤就业排名第一的城市。每个月的通勤费用对基隆市的年轻朋友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负担，所以我想7月1号开始，基隆市民可以说是慢慢的可以去体会跟感受到这个准直辖市市民在交通便利上面的很多未来政策的方面，所以在这边要感谢侯市长、蒋市长跟张市长，还有中央部会共同的，我们来促成这个对于民众有感的政策。那未来我也特别谢谢侯市长，为什么？因为我们在基隆捷运方面，未来要跟新北携手合作，要不但打通这个交通这个运输的环节，也要带来产业跟就业，也是我们基隆现在最关心的一件事情。双北1280定期票107年推出以来，每月提供30万通勤民众搭乘优惠，有效提升公共运输使用粘着度。1200元月票推出，对四个县市通勤族将会很有感。四个县市跨域合作努力，期盼让民众在万物皆涨的时代，感受到大众运输价格不升反降的魅力。哎，真的是超有感啊！因为很多朋友都跟我分享说，哎，真的现在1200真的省很多，因为他们光是算一趟大概就50-60嘛，然后一天大概至少都100多，所以你看1200超过12天，每天搭乘就赚到了。我们要请教副座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哎，都可以购买月票无限次使用的范围有哪些？好，我们今天就来跟各位观众朋友来介绍一下1200 T Pass。那我想接下来7月1号就会开始实施了。那这张卡呢，就是行政院的那个 T Pass 卡。那我们到底的稍微的介绍一下说，说这个部分如何使用、如何购买，那它使用的范围在哪里？那我们先从它的使用的范围来开始讲起好了。这张卡呢，目前呢，我们在以基北北桃来看的话呢，是从基隆到桃园，那相关的公共运输工具呢都可以使用啊，比如说包含了台铁、基隆的市公车。好，然后双北的捷运，然后双北的公车，那桃园的公车，然后甚至于桃园的机场捷运都可以使用，然后包含了新北的轻轨，那这个整个使用范围其实包含了所有的公共运输工具了，那甚至于还可以骑 U bike， 虽然基隆没有 U bike， 但是呢，如果说我们使用这张卡，那然后去双北，甚至去桃园都可以使用他们的 U bike， 那甚至于还可以享受他们的前30分钟免费。所以呢，1200呢，接下来是非常方便各位观众来使用那张卡片。那我在稍微讲说，接下来他该怎么去购买，哦，那该怎么去做使用？首先呢，你要先有一张卡，这个呢是行政院版本的 T Pass 卡，但是呢，一定要有这张卡才可以用嘛，不见得。用我这张卡也可以，就是你原本的卡也可以。悠游卡。对，悠游卡也可以做使用。那一卡通可以吗？一卡通目前好像还不行。哦。对，那这个部分呢，其实如果说你想要说，哎，因为1200，你现在想买新卡也可以，或者说呢，你不想买新卡，你要用自己的旧卡也可以。对，好，那有了卡片之后，接下来就是呢，要去设定。那因为设定呢，现在大概有几个地点，就是捷运站，好，那另外一个是转运站。
那因为主要我们基隆这边很多都是到台北去做通勤，所以呢，其实很多的民众都会到台北的转捷运站，或是搭乘捷运之类的。所以目前的捷运站的询问处，甚至于是他们的储值机，那个就是票卡机，其实是可以做设定的。那我们只要把我们的卡片，好，然后放在他那个机器上面，然后呢去选购1200，然后就可以去做设定。那但是因为现在还没启用啊，现在只能做设定，7月1号之后才可以正式的使用这张卡片，就是正式的成为1200。那我们在这边也说明一下，就是说我们在也许你会听到说，哎，那个 T Pass 有时候是叫 T Pass， 有时候叫做什么基北北岛都会通。那我稍微这么说明一下，就是 T Pass 其实是整个行政院整个就整个定期票的它的名称，好，就叫做 T Pass。那 T Pass 里面呢，有可能有包含了北中南不同的区域，有台北的，有基北北桃，然后有台中中台湾的，也有南台湾的。那这些呢都叫 T Pass， 好，那这是以行政院的整个称呼来叫做 T Pass。那就基隆或者基北北桃来部分来的话，我们就称之为叫做都会通 T Pass 的都会通。好，基北桃都会通，那这个部分呢，就是主要的使用范围就是基隆、双北跟桃园。好，那使用的相关的一些运具啊，就刚刚讲的台铁、公车，然后捷运等等。好，那只有高铁不行。对，高铁还不行，因为高铁南港坐到桃园。对，南港坐到桃园，感觉好像也有点。好，那我稍微再讲一下，就是说。就台铁的，我想公车部分因为都在区域范围内，所以比较没有什么太多的限制。那我想一下台铁部分，台铁部分它主要的范围会是从基隆站，比如说以纵贯线来讲，从基隆齁，那到一路到桃园的新埔站。所以说我们只要用这种 T Pass 卡或者所谓的都会通，那其实就可以从基隆一路坐到桃园的，不管是桃园站或是中坜，甚至于到新埔都可以搭乘。哦，然后而且是在一个月内，那个搭到饱，搭到爽。那当然这是纵贯线的部分。那当然我们也有所谓，我们八堵过去之后也有所谓的宜兰线的部分。那宜兰线的部分我们就可以到新北的芙蓉站，所以呢你从芙蓉也可以一路搭的火车一路到桃园。哦，去平溪看天灯都可以。对，没错，是的，平溪看天灯都可以。所以呢，我们希望说，透过这样子的 T Pass 卡，那我们希望说，鼓励民众呢，就是尽量的多使用大众运输工具。是。对，那这些运输工具里面呢，可能你平常的时候呢，像我们基隆市民呢，可能就是平常的时候可能也许是到双北去做通勤使用，那可能你假日的时候呢，也许你就可以搭着火车到桃园，哦，到中坜等等，那甚至于说，你甚至要出国，你也可以搭着机场捷运到桃园机场站。好，那甚至于说我不出国，我只是单纯想去看飞机，你也可以用这张卡片就搭的火车，然后机场捷运一路到桃园机场。所以我相信这张卡对于民众的使用来讲非常的方便，不管你是通勤也好，或是假日观光也好，都可以满足你的各种的需求。对，那接下来呢，我们可能也要提一下，就是说，因为基隆的部分呢，我还回到基隆部分，因为我们基隆可能到底哪里可以买或者哪里可以用的部分。好，那我想基隆的地点呢，主要是在基隆的国光客运，好，国光客运的基隆车站，好，那以及台铁的有站员的站点，就是说基隆三坑、八堵、七堵跟百湖车站这些车站。那但是呢，因为现在台铁的部分，可能到七月份它才会开始做设定，那所以呢，现在可能真正可以设定的点，可能是在国光的基隆车站的部分。所以说，如果说基隆的乡亲，如果说你可能没有到台北的捷运站去做1200的设定的话，其实也可以在基隆的相关的地点做设定。那除了这些轨道运输了以外，其实像转运站的部分，哦，比如说南港转运站，那或者说市府转运站，台北的观光客运的台北车站等等，也都可以做相关的设定。就是也许你不见得是搭轨道运输，你可能只是单纯就是搭国道客运到台北的转运站而已。其实，在对方在台北的转运站，其实也可以做相关1200的设定，或者说购买。对这个部分，可能就看整个乡亲的需求，然后呢，选择适当的地点去做相关的设定去购买。那当然，我们可能也要有一些提醒啦，就是你在设定完之后，
可能有一些车是你没办法搭的哦。这个部分可能也要在这边先跟乡亲做个说明一下，就是因为台铁车种很多，对，那有些车种是对号路对号座，对，比如说泰鲁格号、普悠马号，然后或是说观光列车，然后是 EMU 三千之类的型号的车子，这些车是不能搭的哦。这个部分可能也要麻烦乡亲说，就是你在搭台铁的时候，可能要注意，你可能还是搭以区间车为主，对，避免可能到时候会有一些票价需要补票啊，或者说甚至于说被那个搭乘错误被罚款的事情的发生，这个部分可能要请乡亲注意，就搭台铁的时候尽量不要搭对号的列那个高级的那个对号座的列车。哦，那另外一部分也要再说明一下，就是说，补充一下，就是在搭台铁的时候呢，它因为呢台铁它很多有很多匝道口，所以它可能在进出的时候，它的 T Pass 使用的卡其实是有它的限制的，所以它可能在某个匝道才会有这样子进出的一个使用，所以呢，可能希望在乡亲在利用台铁搭乘、利用 T Pass 搭台铁的时候呢，可能就要选择特定的匝道，啊，这个可以看就是找相关的这些意向识别的匝道的图样，然后去做进出。好，那这边也提醒，就是说，因为台铁部分它整个从台湾头可以到台湾头可以到台湾尾，所以你可能，也许你哪一天上了车，坐了区间车，睡坐得很舒服，结果一路坐到了新竹，这个时候就有点尴尬了，对。再坐回来。对，所以说这个部分，我们也要被提醒乡亲说，尽量不要超出这个区间呐，因为超出这个区间之后，以目前台铁的政策是以原票价，比如说你从基隆搭车。然后你用了 T Pass 卡进站之后，然后一路搭到了新竹，那他可能就不会扣 T Pass 从这边扣费用，而是直接是算你从基隆到新竹的费用，那这个价格可能就要从你原本悠游卡里面的储值金去做扣点，所以这个部分可能要提醒乡亲注意，就是说在使用的时候尽量不要超出这个使用的区间范围内，那尽量在这个区间范围内使用呢，可能会比较恰当。对，这个也要麻烦各位乡亲。那再来，我们也要做个预告啦，就是我们现在都在讲说1200是基北北桃，那但是我们基隆也许有些乡亲他可能觉得说啊，我其实我没有去台北，我也没有去桃园，我只有在基隆市境内在做使用。那有没有这种定期票、这种月票之类的？有，我在这边跟他讲，在基隆坐的票。那如果说你是单纯真的是在基隆市境内在做使用公共运输的话，我们也打算推出这种定期的月票，但是可能就不是在7月1号啦，可能是在年底。对，对，那但是我们已经跟公路总局在做申请了，那公路总局原则上也同意我们这样的一个计划，所以我们目前接下来可能要进行一些软硬体的设定。好，那设定完之后，然后可能在年底呢才会正式的实施，所以呢这个也请乡亲再期待一下，再等待一下，也许7月份开始呢先使用1200，然后到年底的时候，真的有些乡亲真的没有到基隆的部分，也就是没有到台北部分，就是可以使用我们基隆市境内的定期票。那我稍微介绍一下基隆市境内定期票呢，大部分就是台铁跟基隆的市公车，市公车客运也可以吗？这个部分目前我们还在洽谈，还在研拟。那因为这个还要看软硬体的设定，对，这个部分可能看有没有改相关的设定的机会。那台铁的部分的话，就是说从原则上基隆市内辖内的各站，基隆、三坑、八堵、七堵、百福、那暖暖等等这些站点，都是我们在未来基隆市近市区内定期票的一个使用的范围。那这个我想我们也稍微讲一下这客群可能就是，也许你是从基隆的市区要到七堵或者八堵附近工作或者上学的乡亲，都可以来做，也许未来在年底的时候就可以来选购我们这种基隆市区内的定期票来做使用，也许对你们在使用上会更方便。那价格大概就300多块左右，对，这个部分大家也可以做考虑。那也希望说乡亲等到年底的时候，如果可以多多给我们一些支持。哇，所以大家记得好好善用一下，年底的话就是专门佛基隆市的市公车坐到饱，一个月只要300，
预计是320，对不对？320块，所以我们就等待好休息喽。接下来我们要请副座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哦，就是基隆市是通勤到外县市比例最高的县市嘛，可不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你们这样统计下来，大众运输工具的种类、层次、配比，大概都分布在哪些通勤族搭乘的方面？哦，这边也跟大家就分享一下，就是说，其实我们就我们观察，其实基隆到就是台北之间，其实整个通勤的量其实相当的大。那主要大概有分几个通勤的管道，然后大概是比如说搭国道客运，或是搭台铁。那这些目前其实我们在因为现在整个其实可能相信会有些发现说，我们也常交通署也常说抱怨说，哎，为什么国道客运的班次不足，班次不够啊？怎么有时候脱班，或者说要排队排很久才能搭上车？这个部分也可能也要跟乡亲做个说明，因为现在整个客运业缺工真的还蛮严重的，所以因为司机不够，那可能有些时候客运业者是有车没司机，所以他整个班次调度上可能就没有办法那么符合我们乡亲的需求。那这个部分我们交通处这边也在思考，就是说如何做一些改善跟调整，所以我们希望说透过一些跟跨运局的合作。那我们之前在谢市长跟我们王处长，然后也积极的去推动说，在那个109是自强号那停八堵站，好，然后希望说那停八堵站之后直接停南港站，然后呢、来先对直达南港，然后来疏解一些国道客运可能有些排队的需求等等之类的。那这个部分我们发现也有一些初步的一些成效出来，就是说我们透过安乐区的一些免费的一些公车，然后接驳到八堵车站，然后呢让这些民众呢顺利的转乘109次的自强号，然后到直接到南港，然后去做通勤。那也许我们也是希望说透过这样子来疏解一些国道客运可能因为缺司机，然后造成一些班次可能跟乡亲的预期有落差这件事情。那甚至于说未来1200使用1200的 T-Pass 开始之后呢，也希望说如果说一样在整个候车亭等车，如果说大家有更多的选择，你也可以搭说先搭免费的接驳车到八堵转火车，就不见得一直在那边排队。那当然相信还是可以选择的、就是说依照自己的需求，因为可能有些可能搭火车可能还是不是那么满足你的需求的情况下，可能要等国道客运，那我们还是会积极的跟国道客运的业者去做洽谈，说希望能够透过各种方式让整个司机缺员的状况能够降低。我想也不止业者希望，那其实整个公务总局也在办了很多的一些就是就业的博览会之类的，就是招司机，对，因为整个司机的缺工其实也不止在基隆哦，其实是全国性都是缺工的状态，所以其实公务总局也积极的希望说广招一些司机进入客运业来服务这些乡亲朋友们。那当然可能或多或少就有一些的跟乡亲期待就有落差，但是我们还是希望积极的跟一些主管机关、公路总局，然后积极的合作，然后尽量让这个落差逐渐的减少。好，那然后慢慢的让乡亲还是能够顺利的抵达你的上班的地点，是快速抵达。对。然后市长真的是非常用心哦，他就前一阵子真的常常跟着我们的通勤朋友一起来坐车体验，要带大家来看一看市长谢国梁亲自搭乘9026分流的另外一支9026C， 深入与在地民众来交换意见，同时也了解这个181它的状况。我们也请两位里长稍微跟我们分享一下现在新的分流的情况。画面上是橘郡社区外的候车亭，市长谢国梁一大早来到这里，针对另一条9026C 的分流路线了解在地民意的反应。昨天我在这边观察分流 B 跟 C 路线之后，这边上车的乘客非常的顺畅，大约都等了大概5-6分钟最多大概10分钟，让我们中联仓储站成为第一站，然后也让我们新寮里的一些上班族可以顺利的上车，然后提早到公司上班，然后不会再迟到，
我们感谢市府团队做这样一个分流，感谢市长。啊，昨天的示范成果的话，我都有赖出去，我们里面哦，他快1000人，我赖出去，回想回来的话，他超过一半以上都说哦赞赞赞，不会做事的市长。那我们现在就是第一个要宣传，然后第二个要详细了解分流后，是不是可以正入？如果情况不错，是不是可以正式的来办理？压力减轻很多了，哎，尤其到这个时段7点半以后啊，自从分流之后，哎，大概每一位民众都可以上车。从民意的反应来看，9026采取分流的做法，让通勤族很有感。现场观察，大约在早上7点半，橘郡社区外的候车亭几乎净空，显示出尖峰时段9026分流的效果。另外，现场还有另一个讨论的焦点是1815的问题。他只是6点到8点，不然你就叫他用跳蛙方式，用预约制就不会有这样的问题了。那国光客运的1815、1813呢？那这两天的一个状况，也就是造成我们这个站的一些上班族朋友要搭乘上有些困难，所以说他们也建议，是不是也可以比照9026的方式，把国光客运做个分流，以国家新城下来，然后走下面这一段车当一个B 线。然后原来的路线照着他们就照路线行驶。而我昨天在南那个忠孝敦化站直接陪1815的好朋友等车的时候，他们就跟我反映到说，现在在市府转运站有很多本来搭乘9026的通勤族好朋友改去搭1815，所以也间接造成了1815目前很容易缺班的原因。所以这一点来讲，如果9026能够恢复正常营运，对于我们安乐区的通行族是一大福音之外，也能够最直接的解决我们现在1815班次上的不足。我们这边的诉求哈很重要，希望说哈能够重视一下富锦那边那一站的那个车子最末端，真的是最末端站，好能够保留一些位置，我是觉得很重要。一般车多几个位置嘛，对，因为这样子的话，他们那边的住户在里面才坐得上车，因为对啊，金青啊，往金山1815的1815线的。哦，还有9026、9006这些线到那边结束就是上高速公路了。对啊，说一般来讲哦，它的人数其实坐车人数不输这边这个。对啊，这个这边虽然人多，这边人潮比较多，可是我们那边人潮也很多。我就讲嘛，中央台北那边也会下来我们那边坐车，哦，不止我们富锦，还有轰动，好，还有那个麦金路这边、巴德路那边的，好，所以说拜托一下。那反而看起来热点。现在是1815，反而有比较多的关心讨论。那我们过两天会再来搭1815的情况，看看了解有没有类似9026的情况，我们可以套用在1815身上，然后来更做一些改善。我觉得这个随时都要滚动式调整。整体来看，9026分流普遍获得通勤族的肯定。而针对1815，市府交通处表示，将会与相关单位再进一步讨论，是否也采取分流或其他的改善方式。可以看到，我们9026分流的状况是非常好。我们要请副座跟大家分析一下，它到底是怎么分流？1815是不是也会要这样子做呢？好，我们来说明一下9026目前的状况。9026。以往呢，是从可能是从整个基隆世界，然后大武仑，然后一路开到基隆长庚，然后再上高速公路。高速公路，对，那的确这个沿路这样开下来，可能到了基隆长庚附近之后，它可能是没什么位置可以搭乘的。所以呢，现在呢，我们就开始用分流的方式，可能再从大武仑呢，好，然后到国三这个部分呢，它可能就满了，差不多满了，然后就直接让它上国三，对，然后呢再。上国站之后呢，那可能有一些车呢，哦，那回来，他可能回来的时候呢，他就也不开到大武仑了，他直接在中仑仓储这里就做回转。哦，那回转之后呢，就可以直接服务载客这些长庚医院这边附近的那个乘客，然后再上国一到台北。那我想这样子的分流的好处是说，因为他在整个客运在做调度的时候，他的因为他整个有点路线上已经有点都是有点算是截短了。所以就它在整个调度上来回旋转转会比较快，对，周转率比较高一点。所以其实，所以对业者而言，或是对乘客而言，其实算是双方都有互利啦。对，那这个部分也刚好公务总局那边也相当的支持这样的一个计划，所以我们市长提出之后，那公务总局马上也开始
针对分流呢，然后申请相关的行政程序。那目前已经正式的在做实施，做9026B 跟9026C 的状况。那我们目前来看，其实整个运作状况还相当的不错。那至于这个后续是不是1815也会有类似的做法？问这个部分，我们也还在研议说，是不是也1815是不是有一些可以在比较就是发车点呢、啊？就是不见得是不是要全部都要从金山发过来？那也许在中间某些点可以。那个在基隆世界附近的是不是就有来发车？那你可以类似有点类似9026的做法，就是截短它的一些动线之类的，然后增加它调度的一个弹性，然后让乘客呢能够更搭乘那个能够更加的快速的到达台北。是，哎，真的就是要让民众最快的速度抵达到台北，可以准时的上班哦。那一样力推市民能够跟直辖市一样有交通福利政策的，就是有一个共享运具。共享运具这部分是不是也是让市民提供更完善的交通系统？而且目前的内容有包括哪些？哦，共享运具的部分，这边说明一下，就是在整个基隆来讲的话，整个在推共享运具上面。我目前的想法是在于说，可能在观光的景点的部分，对观光景点的部分，我们可能希望说，在观光景点旁边的停车场，那我们可能会有一些共享的运具，比如说类似机车哦之类的，那可以让比如说外地来的观光客哦，他到了，比如说他也许到了潮境啊，或者八斗子附近的，那或者是在那个和平岛附近的停车场的时候呢，他可能。可以去租用共享运具，然后呢，在和平岛周边或者说巴洛子周边去做一些观光或者是说休闲的活动。那我们初步的想法是这样。那我们目前正在思考说，哎，这附近有哪些停车场是有机会去做这样子的共享运具？我们还在评估研拟当中。那当然，这个共享运具的想法可能跟双北不太一样。那因为我们跟双北之间的那个。地形不同，地形也不太同。那双北目前他们可能有一些共享的自行车或者共享的机车之类的，但是因为他们的一个市场人口，那甚至于他们的需求可能都不太一样。那因为我们基隆其实原则上有整个地理条件好比较狭窄，而且一些旧市区其实现有的一些相关的一些停车的空间就已经不足了。那是不是还要把这些？仅有的停车空间作为共享运具来做停放，可能会比较不容易达成共识啦。所以我们希望说能够先从观光区那边去做一些思考，然后从观光区的角度，然后呢先让一些观光客，然后他可能租一些共享运具去骑乘到在观光区里面去做游憩的话，可能比较初步比较符合目前既有的需求。那我们后续会再观察，然后的状后续会再持续观察，看看有没有机会。因为我相信很多的民众也期待说，哎，双北的 U Bike 会有没有机会到基隆来？那我们目前也在做一些评估，对，就是我们也有在开案子，就是在做一些研究案、研究案。对，那我们希望说，哎，研究看看说，平地适合吧？因为基隆的条件，因为丘陵很多，所以要骑自行车。可能要看每个人的体能状况，对，那当然可能很多人都建议说，哎，是不是骑在那个基隆河的那个河滨自行车道上？那也蛮长的。对，那这个部分我们会有一个案子，然后会做完研究之后，那到时候再如果有一些结果的话，再跟大家分享，对。哇，以后只要到基隆河，我们就可以从五堵一路骑到暖暖，然后再骑回来，期待。好，那要带大家看啊，就是其实观光这一件事情，基隆市呢在市区哦，其实在观光时候就是休息。假日的时候，它是很塞的。那我们呢，就是想办法要疏解交通时段的尖峰时刻。所以我们在 C3 停车场，我们市长就亲自来体验哇，他就直接开车进入 C3 停车场，而且非常的便宜。我们一块来看看。你们明天来这个逛街、来基隆观光的时候呢，就请大家。就是看着我的脸书照走就对了哈，就不用这个自己再找路哈。画面上是基隆市长谢国良脸书直播的影片，谢国良市长自己开车以游客的角度来到基隆市要找停车位，希望呼吁走西岸高架桥来到C3停车场非常顺畅，而且市长很贴心，还特别规划了周六停车的特别优惠。
希望大家礼拜六的中午能够利用到西岸来停车，不要再去挤东岸的，包括信二啊，还有东岸停车场。那这样子的停车，我们市政府是有补助的哦。原本每半个小时20元的停车费用，我们现在补助了，每半个小时补助15%。所以现在新的方案，每半个小时只有5块钱，然后每个小时等于10块钱。就是为写说西岸停车的部分哈、哦、比较好指引哈、哦。那指引以后进来以后，进到我们这个停车场，我们就刚刚市长所提，每半小时只要5元。所以我们好朋友，我们只要记住啊、哦，只要到基隆要好停车，我们就靠右啊、哦。那停车只要到西岸，我们就5元，好、哦，这样来持续。那这个方案是每个礼拜六中午的12点到晚上的8点，也就是说这一段时间是停车哦比较不容易在东岸找到的地方。另外，我们刚好这个月会碰到端午佳节4天，我们这4天一样比照这个。首先就是看我的脸书，看我的脸书走一次，然后我们会修剪一个比较短版的哈，放在脸书上让大家知道怎么走哈。就是用一个宣导的方式，但是就是重点就是请这个我们包括中嘉各个媒体帮忙宣导，出了隧道赶快靠右，在隧道靠右，然后就走右边的这个出口啊、交流道出去，然后呢到西岸的停车场。那我们会加强指引的，我们今天还有一天的时间，我们再加强一下指引。那到这边来，我觉得其实现在天气也不错，然后呢海湾港湾也很漂亮，然后也有这个国门广场也有一些艺术可以看，然后这个志威现在在火车站里面也有了，然后这个海洋广场也是一个欣赏的景点，这样一路慢慢的走过去，我觉得是一个很好、很舒服、很惬意，总比塞在路上，然后一直塞、一直在等在那边，然后又付比较贵的停车费来得好，所以鼓励大家多用西岸。当然，我们市府也会滚动式的调整，其他的方案，包括我们现在努力把威海营区那边有好几百个位置，把威海营区的停车场空间把它整理出来，那个也还要一点时间，总之我们会滚动式的检讨每个周末的一个停车的状况，然后跟用路人朋友来分享。市长谢国梁除了呼吁大家利用大众运输来到基隆，还特别从外地游客开车的角度来思考，并且透过直播影片，希望让开车的游客按图索骥，顺利避开市区塞车热点，这样来基隆玩好停车，又可以顺便走读基隆港湾街区，是一种非常舒服的一个海港人文之旅。哎，这真的很有效，因为很多朋友就跟我分享，哎，我们基隆市区在假日或者是连假的时候比较没那么塞，我们要请教副座。哎，各位乡亲大家好，那我想我们今天也这么说明一下，就是说，希望大家来到基隆的时候能够尽量用西岸的停车场。那稍微说明一下为什么，是因为我们其实庙口夜市其实是基隆主要一个经济一个重镇，然后重点区域，所以呢。旁边的停车场其实很容易就满场了，然后就比如像东岸或是信二，甚至于信小停车场，在假日的时候啊，都是满的，很容易到了大概下午大概3-4点之后，大概就满场了。那满场之后呢，可能就很多车在那边排队，那排队之后反而影响到其他可能路过的一些车辆，就是也许我不是要到庙口，我只是单纯只是要经过。中正路啦、啊，或者新一仁义路等等之类，但是因为去年228塞爆了，对，就是因为你那边排队，那变成说反而影响到整个市区的车流，啊，所以呢，我们会希望说，我们希望说，相信如果说你是要开车来去市区哦，不管你是要到庙口，或者说要到市中心区去做一些消费啊，或是一些餐饮之类的话呢，可以呢往西岸来停，那。往西岸停的话，我们希望说我们也有一些指引的方式啦，我们希望说从比如说从高速公路过来之后啊，我们目前是往西岸高架，那西岸高架目前其实大家如果稍微注意的话，其实我们有看到国旗，但是呢现在其实不是双十节，对，但是呢人族都是国旗啊，我们这个国旗的目的就是希望说，哎，大家看到国旗之后呢，能够顺着国旗往西岸高架行驶，如果说你是要到市区然后停车的话，就顺着国旗然后往西岸高架，然后就可以到西山停车场，
那西山停车场目前呢，大概呢每半小时五块，就是一小时十块钱的收费，在假日的时候了，在假日的时候，我们目前因为那个市长积极的争取优惠，市民的优惠，所以目前大概半小时五块钱的一个费率而已。所以说，如果市民朋友或是乡亲，如果你要在假日的时候进到市区来进行一些消费的话，其实可以真的强烈的建议大家去停西山的停车场，然后呢，停好车之后呢，就在漫步在基隆港的沿岸，享受一些海风，然后慢慢的走到不管是老庙口或者到市区，去享受你的美食也好，或者说去购物也好。那我想，其实这对跟那个感受上来讲，其实是很舒服的，因为基隆其实在最近这几年来，整个基隆港周边其实整个环境大幅度的改善，所以我觉得如果有计划，还是体验一下基隆港周边整个国门广场、海洋广场的风光，然后再到市区去做消费。所以不要觉得从西岸停车场到狮子区很远，其实这一小段距离可以看到不同很多美景。是，哎，对，那最近我也听到，就是有提出一个好通行购停车的行动计划，这就是跨局处整合，这是什么样的？对，好，这个部分也在补充一下，就像上礼拜是端午节，对，那端午节其实我们也说刚想到说去停西站停车场，那我们在端午节的时候呢，其实我们也配合推出了一个免费的接驳的公车，就是从西站停车场那边呢，然后到了市区循环站，好，那大概每20分钟一班。好，那这个部分你可以，就是说从这边可以看出来，就是说我们希望说车子呢从高速公路下来呢，直接停到西站停车场，那我们从这里会有个接驳车到到这个循环站这里，然后就可以方便不想晒太阳不想走的，对，不想走的话，如果你觉得哦太阳真的很大，所以想要搭接驳车到庙口等等的话，对，免费，然后就可以到循环站这里下车之后呢，就可以到庙口周边的商圈去做购物或消费。那这个部分，可能不是每个周末都有，但是我们目前初步规划是说大型的节日，对，比如像端午节，甚至于未来的中秋之类的，可能都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服务。对，那希望各位乡亲呢尽量多加利用，然后那个减少整个市区的交通状况，也不用硬要去停比较贵的信二东岸停车场。是，所以大家有一个新的选择，就是去停 C3 停车场，所以大家就是下出隧道，高速公路出隧道之后，一直靠着右边走，然后上高架，然后下来靠右边走，你就会看到我们的 C3 停车场。如果是廉价的话，还有接驳车直接把你载到庙口商圈，这样你就可以很省事的来轻松逛基隆哦。那要带大家来看的哦，就是我们有13处的学校，他们划设了绿色斑马线，就是执行这个友善行，而且成效都还不错哦。我们来一块来看一看，我们市长谢国良是亲自来视察。上午8点不到，建德国小校门口车来车往，学生过马路，仔细一看，地面上的斑马线都换上绿色的色调，让不少家长和学生觉得更安全。之前可能比较大，现在涂了绿色，让人看得可以更清楚。因为它的颜色很明显，有一些都是刚好阿公阿嬷带来的，对他们的视力那个视野也觉得比较跳跃，这样应该是比较显眼嘛？怎么说？嘿，因为颜色两个对比，颜色很清楚啊。好，就是画了绿线之后，绿斑之后呢，哈，那个人车都可以看到这个绿斑的存在，它有这个更明显提醒的一个作用。基隆市政府推动行人友善政策二部曲，两个月来在全市13处及部分国小路口划设绿色斑马线，无论材质或者视觉，都让驾驶人和行人清楚辨识。基隆市长谢国良一早来到建德国小校门口视察，强调未来会加速完成市区和其他热点都漆上绿色斑马线。早上来到建德国小来看一下孩子们上学的情况，以及继续的了解我们的绿色斑马线在行人友善的部分给予他们的协助。我们目前在全市有13个地方以及大部分的国小都已经上了这个绿色斑马线，从视觉上，从走路的这个材质上，
其实都会有一些改善，一方面是让行人比较安心，一方面是清楚的标示，让用路人，让汽车、机车的驾驶者要对于这个绿色斑马线要做清楚的礼让。那我们觉得行人友善是我们未来积极在推动的一个政策，包括前一阵子也有一些网红提到基隆的行人友善政策，我觉得这一阵子推动了约两个月以来已经有了一点点的成效，但是还不够，我们希望在六个月以内这个成效能够更加的显著。市议员秦真和林佩祥上午也陪同市长到现场视察，对于市府推动行人友善政策相当的认同。因为现在我们小爱爸爸推行的友爱城市，那今天早上我们来到建德国小看我们的绿色的这个人行步道的一个建设，看对于行人以及车辆他们的一个注视力、辨识力的一个状况。那过去因为这个地方没有所谓的红绿灯的这个管制哈，所以在行车上已经早成间了，小朋友上学的时候交通要混乱。那现在建制之后是有所改进，但是希望我们的行人还有我们所谓的驾驶朋友们，在行进路口的时候，这个时段确实要我们来作为警惕。然后其实我们这个整个友善的行人这个设施啊，能达到我们最佳的一个大家共享的一个效应出来，让我们小朋友还有各位家长们在上下学的时候接送的时候比较有一个安全的一个环境。其实针对友善行人这个政策，佩祥是表示绝对支持的，因为基隆市的人口密度高，那我们的车流量又大，佩祥自己最近在路口不管是安乐市场还是仁爱市场都发现说后面的车会很直接去压迫到前面的车，导致前面的车有时候会急着要过而对行人有所交通危险，所以来执行这个行人安全友善行人的政策，那把我们的这个行车文化也好还是整个交通教育也好再做进一步的升级，我认为这是对我们基隆市未来很重要的一环。不过针对日前网红质疑市政府推动行人友善政策态度，市长谢国梁也亲自回应，我们不管是警方的执法或科技执法这两个方面我们都会继续的渐进，然后我们也是希望最好是养成一个友善的行车文化，因为每一个用路人其实也都是行人，回归到最后我们是希望以行人为本，这个城市一定要对行人更加的友善。那当然一开始大家不习惯，大家习惯就是车子比人大，人要让车子，但我想经过了一段的努力，还有我们会继续努力，因为就像我讲的，每一位用路人也都是行人，希望到时候是能够以行人为本，以行人为主，多让孩子跟长辈在我们的城市，这是我们想要行塑的文化，就是要友善行人啦。那当然成效六个月下来其实已经有初步的数据显示，对不对？我们来请教副座。这边跟各位乡亲报告一下，的确非常感谢各位乡亲的支持，其实整个绿色的斑马线整个实施之后其实现在大家如果明显观察，其实目前的车辆对行人的确非常的友善，就是相较之前其实真的很多车都会停下来让行人先走，这个部分也非常感谢各位乡亲非常的支持这个样政策，然后也亲身的就这样执行这样子友善行人的这个政策，首先在这边感谢各位乡亲。那但是呢，我不想是整个市府也不能说因为说整个绿色斑马线画完之后就没有再做精进的动作，其实我们目前其实还有在做精进的动作，就是说我们也透过行人的秒数的部分去做一些调整，就是说我们在也许如果是你有开车的一些乡亲的话，你可以发现到说就是有的时候你会发现为什么你旁边的行人灯的绿灯已经亮了，那为什么你的行车的灯还没绿灯，那我们这时候其实就是我们采用了一个方法，就是让行人的绿灯先亮，让行人先走，然后车子的绿灯晚一点亮。为什么呢？就是说我们希望说先让行人走出来之后让车子看到，那这样子呢就会车子的人就会知道说有人，所以他反而会慢一点礼让。所以呢你如果说有些乡亲呢，可能你在看那个路口红绿灯的时候，其实你是在看的那个行人灯绿灯亮了就想冲出去，不好意思，再等几秒钟，先让行人先走。所以这个部分
可能也要麻烦各位乡亲，对，注意一下，就是我们有推这个政策，就是我们让行人的绿灯先亮，然后行车的绿灯晚一点点亮这个政策，所以这个部分可能要麻烦各位乡亲，好，再配合稍微多等个几秒，对，然后让我们的对行人更加友善。对，那当然除了让行人先走这个方法之外，其实我们也有在思考说，我们有在九出入口啦，在思考说行人专用的石像。但是因为行人专用石像设置之后，对于车流的影响比较大，就是它整个这个各方的来车都必须停下来等。那交叉路口的时候应该是可以的，对，交叉路口，那这个是要看一下路口大小，因为有些时候路口太大，那变成说你在等行人整个穿越整个路口，那个秒数可能一拉，可能拉个40-50秒，甚至一分钟，那可能变成说这一分钟内的车子都不能走，所以变成说有些时候在评估行人专用石像的时候，可能就要做个取舍，在挑选合适的路口，或者说确定说它的影响比较小的情况下去做设置。那目前我们有在挑九个路口在做评估，那如果评估完觉得应该有机会，那我们就会开始实施行人专用石像。其实目前基隆已经有好几个路口已经是行人专用石像了，但是我们希望说能够再多一点，在市区嘛，对，再多一点，那让行人的保护更多一点。好，那也感谢各位开车的用路人，好，那支持这个政策，然后开始礼让行人，那再次感谢。对，真的哎，就是基隆推动这个友善行人已经初步有成效，但是真的没有红绿灯，也没有绿色斑马线的路口，要怎么办呢？我们一块来看看市府的想法。目前经过官方、民间各方面的努力，基隆的行人友善政策在街头已经看到初步的成效，重要路口的驾驶人都养成礼让行人的好习惯。但是接下来要怎么样让基隆更好？基隆市长谢国良则提出了向日本学习，比照日本学童举手过马路的模式，来提升学童过马路的安全。尤其是针对没有红绿灯号志也没有绿色斑马线的路口，市府正积极评估是否将学童举手过马路纳入交通安全宣导。小朋友在日本以及一些其他国家会举手，然后可以通过。这个部分我们内部正努力的在评估，要不要把它纳入我们的幼稚园、国小、国中的一个宣导教育，是比较全面性的。然后也要同时教导我们的用路人，也要理解这个动作的目的。基本上我是想要做的，我想要跟日本同步，成为这种孩子们过路，因为斑马路有绿灯，斑马线有绿灯没有争议，有些路口没有斑马线，现在也还没画绿斑马，然后这个是随时是动态的，车辆也没有红绿灯的问题。那这个就很需要孩子们，如果说一个小二的孩子，幼稚园有时候我们会带他回家，那小一小二的孩子自己走在路口那怎么办？所以用一个举手的这个东西，我是个人是非常想做，但是我们还要整个教育的配套、交通的配套、远景执勤维护交通安全的配套，这个部分容我评估好以后再跟大家来报告。我是希望跟日本同步做这个事情，因为如果你到国外，像我们国人旅游的最重要的一个热点，大概就是我都讲热点了，国家就日本嘛。那日本跟我们很多文化也相近，那如果他们小时候就有这样的文化，那不论他们的孩子到我们这边来旅游，或我们的孩子到那边去旅游，是不是我们都可以用这样子同样的方式去维护孩子们的行的安全？但用路人要理解这样子的目的，有的用路人不晓得，变成这个目的就白费了。所以这个部分我们评估好以后，尽快跟各位报告。我是很想推，但是有些东西要克服，就是举手，孩子们举手，然后可以过路，然后用路人，尤其是车辆看到一些路口没有红绿灯的时候，当孩子举手了，他的认知孩子是要过路口，这样子的宣导我们要赶快来做。透过多年的教育宣导，日本的小朋友跟驾驶人对于举手过马路都有共识，形成一个非常好的社会风气。相信从教育跟文化切入，可以逐步让基隆成为一个亚洲最有爱的城市。其实我最近在路上，我真的遇到就妈妈牵着小朋友，他们真的就是举手过马路，就在我们基隆，真的越来越有宣导就是有效果。好，请教副座。
欸，我这边也分享一下，就是说其实为什么要举手，其实这有两个含义啦。第一个含义是说，因为血统剛剛不够高，对，不够高，对。其实我刚才讲到说，为什么我们会用行人灯绿灯先亮这个部分，就是我们希望说行人先走出来，让车子看到。因为有些时候发生事故是，不是开车的人不想让，是他真的没看到，因为我们有 A B 柱嘛。所以说刚讲的是说行人绿灯先亮的，就是希望说让行人被车子看到。那好，回到学童这个部分一样，就是那学童呢又比我们一般的成人矮。对，那所以有些时候他可能真的车子的 AB 柱的确是有可能挡到那个血统在那里出现的视线，所以我们希望说能够透过举手的方式让整个血统看起来比较明显，好，比较可以被那个开车的驾驶人做辨识。那另外一部分在五号自化路口，因为有些时候在有些人可能在那个路口他到底是要过马路还是在那边要做停等，其实有些时候我们也有点难以辨识。我相信如果开过车的人说，哎，发现路口有个人，那个人到底是他要过马路还是要干嘛，不知道。那如果说我们，哎，有个举手就可以知道说，哦，他确定是要过马路，那我们就可以礼让他，那免得我在猜他，他也在猜我，然后两边很尴尬，就不小心，哎，就两个就碰在一起了。所以说其实举手的好处是一个是让血统更明显，因为不然也可以跟驾驶人刚才讲说，哎，我就要过马路了，可以请你小心提醒那个，可以慢一点，然后让我过这样子。对，那这个部分，这个部分我们市府也在想一些后续的一些执行方式啦。那也希望说，哎，如果那个乡亲啊，如果可以理解这个缘由的话，那可能后续也可以帮忙一些配合，做一些相关的一个举手的动作过马路以上。哎，对，现在友善要安全，然后最好还有千里眼可以先知道。我们来看看，有智慧交通，基隆市政府其实做的蛮多的。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交通即时资讯网，这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网络呢？我们要请教辅佐。好，最后我想那个时间已经到最后尾端的部分，当然我们最后呢一定要介绍一下我们即时交通资讯网。那因为刚刚在讲说那个，我们那个停车场不够，或者停车位置剩多少？那其实我们有个基隆市的即时交通平台可以查。所以说，假设说你要来市区或者来庙口，其实你可以先查看这里还有没有隔位。假设已经没有隔位的，真的建议你就去停西山停车场。对，就是不要硬要在那边排队。对对对，不要在那边排队，然后排的大家等多久不知道，然后排到一肚子火。对，那所以如果说你可以查一下，然后我们也稍微介绍说，哎，我们可以先查一下说我们的停车资讯里面，那我们可以看到，哎呀，先看停车场，停车场的资讯里面，对，我重新重整一下，这可能网络是不是有点宕掉了？对，好，没关系，我还是跟他讲一下，就是说这边有个停车资讯，那你可以去，它有个 P。那 P 的部分呢，就可以去查，就是停车场，查停车的资讯。那也许未来如果乡亲呢想要进到市区前呢，就可以先查一下市区周边的停车场的资讯，然后就可以查剩余格位，然后去选择你觉得哎哪个停车场比较好停，然后就去做停放的动作。如果发现东岸的停车场都已经满了，其实就直接去停西山的停车场，然后呢可以减少一些不必要的等待时间。那甚至于说也可以看一下整个市区车流的状况等等之类的，其实这边都可以跑出来了。然后听说还可以看即时入口情况。好，现在出来就是说，好，我们看一下，比如说我们现在是查一下我们信二停车场的话，哦，我们这个剩余各位有80个、哦，所以就可以去查说，哎，现在还有多少格位，到底来这边有没有位置可以停？吼，哦，啊，如果没位置或者已经满场的，那就可以建议去挑选其他场来做停放，或者说，你假设你有 T Pass 的话，你也可以搭公车，进到市区来，不见得一定对，没错，就是既然你有 T Pass， 就不要省得用它，多用它。尽量用它，用到满，搭乘大众运输工具，对，吃到饱，对，不用白不用，尽量使用，对。那这个部分也稍微说明一下，就是说，也除了停车资讯以外，其实一些相关的一些路况的状况啊，其实你可以看一下路况，即时的路况。即时路况。对，就是我们可以有一些按下去，按下去可以看到一个画面，对。
哦，有哎、欸，有对，所以比如像就可以看到路况，假设说，你发现，这里有塞车或什么之类，其实你也可以观察到这里的路况，了解一下整个基隆市区的状况。是，这包含多广啊？所以在那个观光热点也都看得到。对，这里其实，比如说你这样海科馆附近，其实也都有一些哦，只要有的地方都可以看，对不对？对，这一个摄影对机的那个八斗子，然后和平岛周边。可以，我们这边也有停车场，我们可以看一下和平岛停车场的一些相关的一个资讯，比如说和一路的停车资讯。哇，这边还有摄影265个格位等等。所以基本上只要在基隆辖内的可能路况或是停车的资讯，其实大家都可以上到这个基隆即时交通平台做一个查询。对。然后呢，也可以方便你在做旅程规划时候呢，有个预先的准备。对。然后不要到了现场才发现，那你满场啊，要浪费很多无谓的时间在做等待。是，所以这里公车也查得到吗？这里也有一些公车的一些资讯。所以它全包了。对，这里也有公车到站的资讯。好，我就举个例子，这边的，这个是尚未发车，或者说这边。对，那甚至也可以查天气等等。天气也可以。对，天气也可以查。对，这个部分，我想。这个即时交通资讯网其实我们包含了很多基隆的一些交通状况，好，那我相信交通跟各位乡亲都息息相关，然后大家也都希望想要获得更多的资讯，那所以我希望说能够乡亲可以多加利用这个网站，然后来做使用。那我也稍微讲一下说，大致上如果说大家要用的话，其实可以用一下，我想 Google 的部分你就可以用搜寻一下基隆即时交通资讯网，然后就可以找到相关的平台。是哇，真的可以看到我们基隆市政府很用心哦。剩下最后一分钟，副座有没有什么要跟大家再宣导的？在宣导的部分的话，就是我想友善行人其实是我们基隆市政府整个目前推动最大的政策，所以还是希望说各位开车的用路人，或是骑车的用路人，对行经路口的时候还是要慢一点，就是还是多观察。然后以我个人而言，目前其实我都会左看看，左看看右看看之后，确定真的没有行人之后，然后再开过去。对，所以这个部分我们希望说能够建立整个基隆的一个开车的一个文化啦。所以这个部分还是希望多加宣导，然后也希望说各位乡亲呢，大家一起来。那个让基隆更美好，是真的就是要让基隆更美好，就是除了我们推行这个友善行人，开车的时候要多礼让行人，那当然行人自己也是要很知道车来了，我们要快速通过这一件事情，让基隆呢可以成为大家都很喜欢的城市，来这里玩都觉得非常的舒服。那当然结合了智慧科技，大家想要查任何的资讯，都上我们刚刚说的交通资讯平台。对，大家记得去搜寻一下，上去看看我们基隆各区的路况，这样你行车就会更平稳顺畅，而且时间更有效掌握。今天非常谢谢副座，也谢谢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我们下次见喽，拜拜。